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来先宣传一下大师的天气节手游的社群啊。那如果大家对之后天气节手游有兴趣的朋友们或是观众朋友们，那可以先扫大师的这个手游社群，大家一起来互动讨论。那我的 QR code 在画面这边，那自行扫一下。扫完之后呢，会叫你输入密码啊，这个密码是334567八，是334567八。那 LINE 的社群是不会有你原本的大头照的照片跟你的名称，然后他你在进入社群之前呢，他会叫你选一张大头贴跟。设一个名称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那有任何问题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讨论，那其他的朋友们也会跟你互动。哈哈，那记得加入之前先打声招呼，那大师知道你是谁跟哪一位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影片开始吧。好，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是白碗人物情报，残居八零度青石。岩上横江竹笛吹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天气节手游的团队有做一些诗词给角色，我觉得真的算是很认真的制作团队了。因为这些东西在原作是没有出现的，而且白丸根本没有拿笛子啊，所以是手游才帮他加上去的。那因为这边在幽城里面呢，白丸就是。神穗宫斋女座下的婢女并没有过多的描述，所以大部分都是手游这边给这四位婢女额外的剧情的。是三位还是四位啊？我记得是四位，是四位吗？还是三位？也忘记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始介绍吧。那小女子初次登场是在幽城幻剑路之洞，后续将在天地劫幽城再临手游里再次登场。对嘛，是四壁没错，四位。我作为神雀宫的四壁之一，排行第二，以侍奉小公主为己任，名字也是小公主葛于英所赐。有玩者流不善习焉，从中取婉字，便有了白婉这个名字。好，这个例会呢，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长相有没有。一样，就是人物偏尖啊，浓眉大眼，以前是浓眉大眼，然后妹妹头，现在也是妹妹头，没错。当眼神有点变比较犀利一点，看不到嘴巴。然后白婉的造型看起来是很，就是婢女，就是包紧紧的这样子。然后看起来这次的手游露了香肩美人，老实说也是不太像了。OK， 好，继续。我们先放到旁边。嘿，至于为何给我取这个名字，似乎是因为他觉得我娴静大方，毕竟师侄祝由应当救死扶伤。哦，所以他是祝由，祝由就是捕尸的意思吗？所以我喜欢先思考出策略再行动，这才显得比较稳重吧。小公主也偶尔称赞我智谋细心呢。其实我只比青龙妹子年纪稍长啊。要说我的爱好与功法都与我手中这只竹笛有关，说来很奇妙，我似乎有很高的吹曲天赋，脑海中有许多的曲谱，却不知究竟是什么时候习得。莫非在宫中的藏书阁中，我也不曾记得了。妙音流转，妙音流转应该是天赋。悦耳笛声。补写的，这样下来那个样子有点像神器流转哦。好，这曲子就好像我生来就会，寥寥的笛声回荡在神雀宫这龙洞之中，只是吹奏完似乎依旧没有找到答案，但为何我的眼泪会不停的流呢？这个是普通攻击，边吹边飞边打，是蛮有特色的、啊，动画招式还不错。
长居巴陵度青史，岩上横将逐敌飞。欲取自忧伤自路，伤自虑，此情不与白云知。在幽城幻境路中，我们四公婢追随小公主外出探查暗星将士，然后小公主就不见了。幸亏遇到夏侯公子，有他的相助，才让我们四婢女阴火的小公主。只是这紫云派和空空派好事嚣张，完全不把神阙宫放在眼里，这个仇神阙宫记下了。大家看到字吗？这可以放大吗？没办法放大。可以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两位掌门，夏侯公子本宫的恩人，你们若是对他动手，此刻张女昏迷不醒，你们势必是有众位老主。你们要是多管闲事，那字不把神阙，你看他的字是不是打错？这是狼还是雀？看不太清楚，雀的啊。此刻张女昏迷不醒，你们势必众位老主。你们要是多管闲事，别怪我不愿问道之理。然后白碗还蛮好看的。有，这个时候露出嘴巴了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自己觉得还不错了。好，回来。好，白碗的戏剧图。还蛮美的啊。老实说，这是在幽城没有过多描述的人物角色啊，我其实都没什么意见。就觉得还不错。头发是偏蓝色，挑染白色，对不对？挑染白色，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。我们是神阙宫的婢女，亦是小公主的护卫。不要小瞧白婉，只会吹奏竹笛。我的功法绝学可真是藏于其中，碧海潮生。这完全是自己做的。碧海潮生看起来是小范围的。范围计还是自身范围的，看不出来。碧海潮生这根本就是黄药师的招式嘛，对不对？难道说黄药师你会出现？曲中声调飘忽，妙音流转间，具有舒缓心境、平复伤势功效，可谓对有恢复气血、却处不利状态。神分化法，这个应该是幽城就有了，印象中有这一招。可是它看起来是加血的啊，不过这招不错，它有加血跟去除不利的状态，这招还不错。这曲若是给敌人听的，那可就不是简单的曲子咯，凝死的音符法阵之中可是无处可逃的哦。神药诀，还行啊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多看几次，看起来是光属性的角色。好，到了和大家说分别的时候，待到我们天地劫幽城在你的手游中重逢，请让我为少侠吹奏一曲。若有机缘，还请大家来神阙宫做客，诸位贵安，期待下次的相见。白婉就是有点那个，有点像御姐的那个样子哈。御姐，我喜欢姐姐。你看那个眼神，还不错，越看越喜欢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